我想踢波。厕纸有，口罩有，湿纸巾都有。你以为呢啲只系普通嘅防疫用品？其实佢哋样样都暗藏蛊惑噶。蛊惑收藏三招：厕纸藏波篮。湿纸巾藏倒住，口罩藏马篮，情报主导，精准打击。喂，阿强啊，我收到风，你赌到阿珍都走咗佬啦，回头是岸啦。为咗更加有效打击非法赌博活动，直中要害，我哋惩教职员会循唔同嘅渠道加强情报嘅收集，识别出高风险参与赌博嘅在囚人士，然后锁定目标，部署下一步嘅行动。天罗地网，全面监察。职员、主管、保安，出出入入，起居饮食，身边全部都是惩教的人，想开档点逃得过惩教职员的法眼啊？当锁定一些高风险的在囚人士之后，无论是日间定是夜间，我们都会监察住他的一举一动，即使是蛛丝马迹亦都不会放过，我们会务求收集他们的罪证，以便之后布下天罗地网，将一干人等一网成球，出其不意，一网打尽。入狱虽然限制不到在囚人士的想象，但是想着用抗疫用品来做掩饰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。我够胆讲句，你们太天真了。当搜集到他们足够的罪证，我们会透过日间或者夜间的突击搜查行动，将涉及赌博的在囚人士一网打尽。而当中涉嫌为庄家的在囚人士更加会被隔离一段时间，以免他将好像病毒一样的赌风传染开去。为了遏止在囚人士违法的赌博行为，无论是赌具三式定是收藏三招，我们惩教人员都会将你们的蛊惑东西逐一击破。在惩教院所里面，赌博是绝对不容许的行为，我们惩教人员也都会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力量，不断变阵，见招拆招，动态清 gambling。